E non
可以说是 Tosti 歌曲中最通俗的一首，其中是在描述对于一位失去的理想中家人恳求他再回来的情歌。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贝南迪先生演唱 Tosti 作曲的这首 Ideale 理想，同时他还要演唱普契尼歌剧 Tosca 中的选曲星光灿烂，仍然请周同芳小姐担任伴奏。Ridermi ancora e a me.
amante. Mi cadea fra le braccia,用双手推动国家建设，纽约市立歌剧院等地演出，所到之处都造成了空前的高潮。继续，再让我们快欣赏费南迪先生演唱、朱同芳小姐伴奏、托斯提作曲的《小夜曲》，以及坦察作曲的这首《天使的眼睛》。Solido el hondo.
演唱后，您是否也和我一样被他那美妙的歌声和动人的情感给陶醉了呢？很快的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